有啊，就会觉得像放鞭炮啊，然后春联啊，中国节啊，这些都是。当时选这首歌的时候想的就是过年的气氛，然后就节目组他们就会问我说，现在唱这首歌是不是早了点？我说那就相当于给大家冲冲喜气吧，提前先把这个节日气氛烘托起来。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，就对我来说，我也在节目里说了，它是我的一个年味儿，所以就是无论你在哪里啊，是否回家过年，都可以欢欢乐乐的，然后身体健康一定是第一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大家想到的话，肯定会首先月姐有很多很多非常快的歌，所以大家会比较期待我唱月姐快的歌。然后月姐又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抒情歌，但相对来说，我如果唱月姐的抒情歌，就相对来说比较理所当然一点。但肯定就是又很难去还原，或者是做到月姐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我觉得那就唱一首月姐对于我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。对，因为真的是每年自己都会在耳机里把这首歌放到循环歌单里去，也希望今年大家可以把这首歌过年的时候放到歌单里面去，或者是各大超市用起来。 Nice。 吃东西睡觉，其实后面是熬夜，但是不太好不太好。吃东西睡觉，适当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适量适当的熬一丢丢。就是你怎么心情怎么能够让自己心情好，你就怎么来吧。你自己都心情这么不好了，那个时候就可能尽量不要去担心那么多，对，后面再去把它重新捡起来。对，我觉得很多时候非常多时刻，我们要把自己状态或者心情捡起来，都要比其他事情的顺序要放在更先前面一点点。嗯，我觉得很可爱啊，那个就是埋头苦吃，在那个瞬间就感觉这个表情包他沉醉在他自己世界里，他就在吃他的东西，然后他在做自己的事情，外界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都和他没有关系，这样的状态其实很珍贵。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个表情包里面看到了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你也看不见他，就只看见他在吃饭，别人觉得他只看见他在吃饭，但其实他在享受自己的快乐，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可爱。不知道，随遇而安吧，就看见了哪个喜欢的我就会用它比较多，用最多的当然是门啊，每次一回就是一排，就很像 Elsa 女王一样 Let the star rain down，把门关掉了。那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，应该去问周可。对，你们可以去问一下他。我自拍显脸大，而且拍的也不是很好看，主要是材料就那么点，放过我吧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哈，不，怎么能立 flag， 没有 flag。 你在教我做事啊。新年快乐，祝大家过一个欢乐中国年，希望可以一切都越来越好。对，身体第一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开开心心过大年啦。
累死了，这没有后劲，累死了，后劲就累死了。